好，我是林棒。今天人生中第一次去到这样远的地方来参加这个 event 啊 ，SBO 啊，这样子念嘛，我不能读了啊。他们讲来这边是看赛车的，给你们看我的 vlog 的话呢，肯定是带你们看美女。那一进来的时候，哇啦呢，我戴墨镜的目的耶，不是看美女啊。这里，那边看多，走，来，我们进去看美女哦。Hey kid, don't ever let them get inside your head. They'll tell you what to do in life instead of everything you know that you could get. Don't let them guide your life towards your goal. 哇，看里面歌太大声了，好像我们呢就听到有那种汪汪汪汪啊那种声音，我们就被吸引来看了，看是有什么漂移，还是有美女漂移之类的。我听到那个拜声是这个声音吗？应该不是啦哦。飘一身，哎呦 ，Steam！ 哇，那个声音真的 Steam！ 嘟嘟嘟！现在他讲啊，是看那边可以进得到吗？更近距离的拍给你们看。哎呀，这个门口不会进的啊！哎，有事情？目前没有事情。我好像可以近距离看漂移哦！我听到吗？听到吗？男人是我喜欢这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女人的。我们这三个哦，在上面这边看着跑车，可是我的眼睛突然间 M 到这个东西。哎呀，我都不好看怎么去，原来。错嘞，因为我们是高速这样拍下去，可以看到它栏高啊。妈的，看人家栏高，我要看车，真的，无敌看车啊！哎，不对哦，黄队长，看到有没有看美女的？啊，这边来有多少看摩了？哎呀，看到那边很多跑车都开始出来了，哎塞！这就是男人的梦想啊！然后叫我们在上面拍，我们就看一下嘞。等一下，不然会被从那边这样子跑过来。有的话呢，就拍给你们看；没有的话呢，你们就自己上 YouTube 看外国了。Right， 现在来到第二天啊，最期待的一天，也是最多美女的一天。我车哦，为人家打开。新的一条 parking line 应该可以吧？还是不要忘记我初衷，来看美女。今天晚上的 event 呢，就很像那种嘉年华这样的，又有 DJ Let Me 黄明志，还有 PSY。根本我们今天哦是可以去啊，可以五六点呐、啊、还来的。我跟你讲，隔壁这个叫我们来的人哦，他安排东西我只可以给四个字吧，西北加辣，叫我们东西都还没有吃。你讲啦你啊！哇，这整两帽里面都是美女嘞！满满的都美女。哇啊！不要记得啊，特色做好来啊！然后你跳舞啊，不要忘记舞步啊！你拉二胡不要拉错啊！练习一下。哇！你看啊，人海茫茫之中，一定有美女看的，相信我。他的既看不是好梦，他给你们享受，给你们分享做梦，是不是？这个才是我最期待的部分，终于可以找东西吃了。哇，好多靓女呀、啊！我的眼好唔得闲啊。现在啊，什么地方先不要去吃先？这不好买东西吃啊，先买个炒粿条啦。我要肚子发累哦。你们看，真的是这样子做，啊，随便啦、啊。
肚子饿吃什么都好吃。拍不到给你们看，那今天就补拍回给你们看了啦。经过收听还有一些赛车声，就顺便往进来看一下。不过你看对面，听到吗？对面的，对面的梦，看到我们这两个应该是傻子来的。现在就吃饱了，逛完了，来被吹下的风扇，很热啊，这边乘凉一下啦。来，有什么画面拍给你们看啦？哇哇，很大声啊！这边我们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坐到 VIP 的地方。哎，对，前面那边应该很爽啊。就这样子啦，哎呀，想到我都想哭啊，真的是，哎呀，下次注意点啦，记得拍 ending 啊，马鬼饭那边你们记，哎呀。